力给它插下去，插下去它就。你说这个 Happy Birthday 会裂掉？对。那这一根蜡烛你要怎么插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真的来用啊？哎，你还没有插对称。裂掉。啊，这可以啊，不会摔倒啊。那蜡烛你要插哪？我到那边去。蜡烛不用对称啊。那你插斜的好了。啊，你还没点火，你怎么插蜡烛？你要把整个蛋糕拿去烧、哦。欸，啊，你唔知迄内底是啥物碗糕哦，佮无你讲。